咁就歡迎我哋咁多位嘅聽眾朋友，咁就翻到嚟嚇我哋呢個賭場科普嘅支線節目，咁就係呢個夜場首期。咁點解咧？我哋會話佢係支線節目咧，因為澳門啊嘅生態其實你係黃賭毒咁樣毒咧，我哋就唔講嘅，因為其實我啦，跟住我啲拍檔咧。都唔掂呢份嘅，唔賴呢份嘅，亦都咧如無意外，一世人都唔會做呢一份嘅生意。咁所以咧，如果你要聽呢類型嘅嘢，你就要揾翻其他可以講到出面其他台、其他節目咧去吸收個資訊。我哋咧講嚟講去都淨係講下賭場啦、賭局啦，跟住講夜場啦，譬如話夜總會啦。桑拿啦，一流一啦，我哋淨係講到呢一啲嘅娛樂嘅啫。咁所以咧，其實你譬如澳門作為一個賭城，如果佢唔係一個賭城嘅話咧，佢其他有好多事業咧都係冇運行嘅，唔會係巔峰期嘅時候。你講玩，一定係精彩過你好多地區定好多地方嘅。你講要買二手錶，要買靚錶，要買靚嘅手袋。买豪华奢侈品一定是靓过你很多其他地方的。你讲澳门有的靓车、跑车、法拉利、麦拿伦、林宝坚尼、甚至乎劳斯莱斯，所有最靓的东西它都会有的。所以呢大家呢听呢，譬如我们一些其他的节目啦，不论是赌场科普啦，讲赌业的，讲夜场首期啦，讲夜场的。其实你听晒咧，你就会知道咧，我哋讲紧一个叫做话一个生态，不论系商业上嘅定系江湖上嘅咧，你都系会有一个好具体系入咗脑嘅。咁啊，讲紧啦，咁啊，我嘅拍档咧喺夜场首期咧就系 EB 兄啊，咁啊 EB 兄咧个情况咧就系由我哋呢个节目开初嘅时候，佢都仲系喺啲夜场度咧系工作嘅。咁當時同佢錄音咧嘅時候咧，佢都嚇係做一啲實打實砸夜場相關嘅事。去到嗰個疫情啦，嗰啲經濟下滑咧，咁我呢個朋友啊，就焗住啊，即係做咗咁多年嘅嘢咧，唉，都冇得做落去啦。咁啊，至今咧嚇就變成一個咧係逢係夜晚開工，朝頭早咧你冇十二點都唔好打去嘈醒佢嗰種人咧，就變咗一個咧。夜晚啊，即系如果唔系录音咧，11点、12点就瞓觉噶啦。第二朝6点零钟就起身噶啦吓。咁而家佢又做街坊生意嘅，讲紧啊唔系卖两餸饭，佢啊主力系帮啲街坊咧维修啲家电啦，跟住有时咧又帮人哋吓拆卸一啲帐篷啊，嗰啲做一啲小型嘅工程嘅项目嚟到去维新嘅。咁但系，譬如我哋嘅听众听到佢，哇，佢讲好多咁熟大佬。做了咁多年啊嘛，咁佢亦都上次講咗啦。譬如話，喂，如果我想下嗰個元宇宙嗰度點樣栽到咧？今日咧，聽眾們要留意我哋俾會員嘅環節，因為當中涉及一啲敏感啲嘅嘢。嗰個元宇宙計劃咧，阿 EB 兄會喺會員環節嗰度咧話俾大家知嚇、啊。其實你普通人，你要係去玩元宇宙，你有咩電腦配置㗎、啊、咁樣。咁啊，首先咧，另外就係、是、即係都會啦嚇，就呢個元宇宙文化咧嚟到咧。去即係叫做 EB 兄會詳細講啦。咁而的而且確咧，而家咧，如果你諗住通關啦，跟住係咪嚇好似以前咁樣五光十色咧？佢唔會係好似以前咁黐線嘅，佢仍然會有光會有色，但係唔係好似以前咁嘅情況，成個格局改變咗啊！咁啊喺呢度啦，我要交支麥俾阿 EB 兄，等 EB 兄同大家詳細去講下而家。今集的内容有请 EB 兄。Hey,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 EB 啊，我又翻嚟啊。今日咧，
哇！頭先文俊興已經講嘅啦，嗱，澳門咧嗰、那個夜生活咧就已經一落千丈噶啦。咁嗱，我咧今次咧就係諗住講一樣嘢咧，俾大家聽咧，其實係一個非常之好嘅 idea 嘅，嚟應翻阿韓先生就話我哋咧一定要推崇嗰個元宇宙啊嘛嚇，將澳門就推到去元宇宙嘅 level 啊嘛。咁樣喺嗱，賭場方面咧，元宇宙咧就做唔到啦，係嘛？唔肯做啦。阿文俊興，你之前你講過咧，唔肯做啊嘛，係咪？話乜嘢？喂 ，online 啲乜嘢啊？唔好講啊，或者上網做咩？唔好講，唔準講呢啲，係咪？乜嘢都唔得得。嗱，而家咧依一個夜生活咧，點樣可以去到個元宇宙咧？我就諗到一個構思啦，非常好嘅，就係咧可以幫實踐到第一咧，係可以幫到我哋呢個澳門咧發展元宇宙咧。第二咧，可以幫到啊嗰啲黃色事業嘅場所啊轉型啊去元宇宙，係咪？第三就可以幫到嗱失業嘅人可以揾到嘢做。第四係嘛？咁男人要歡樂嘅地方，咁啊梗係要安全啊嘛。有歡樂地方又安全，一舉兩得咧。OK 啦。嗱，咁入正題啦，點樣做咧？嗱，首先，酒店嗰邊係咪？酒店住宅 ，OK。咁如果係有啲所謂東南亞嘅人嘅女士們嚟到係咪？咁啊，開房開住間房啦，或者係租間一啲叫做私人嘅住宅咧，係咪嚟去做嗰個叫做？性服務嘅話咧，咁當俾警察抓到嘅時候咧，就會以你一個叫做係不合法嘅經營性交易，係咪？咁好大罪噶嘛？呢樣嘢 ，OK， 或者合理化呢樣嘢咧，嗱，第一喺嗰個桑拿嗰啲方面呢度咧，點樣做咧？嗱，索性而家你都冇生意啦，係咪？咁索性將佢入邊打通曬，改裝成為一間一間嘅獨立嘅房間。咁一定係有埋浴室喺裏邊啦。咁打咗佢之後咧，跟住將個名都改埋，變做嗱澳門元宇宙保健室。係 OK。跟住啦，嗱點解喺要擺個名咧？應該因為話咧，澳門其實咧黃色事業係唔合法嘅，大家要知道嚇。唔好諗住喂澳門成個澳門好多桑拿場咧，咁啊叫做合法啊，係錯㗎，係冇呢個㗎。只是一個灰色地帶，澳門的地方才有的，所以現在我們打正牌呢就叫做元宇宙保健室，是不是？那就嗱，你那個每一間入面呢設計了每一間獨立的房間，那你的營運呢就是個價錢呢是租這房給一些東南亞的女士來去做，那這些東南亞的女士呢來到的時候呢，那就掛個牌呢就是保健大師，即是保健師攞個名，咁就唔係涉及到去性交嗰方面啦。保健師嘛，話明係咪？我幫你保健㗎，係咪？唔係搏嘢㗎。咁嗱，你嗰間個場所嗰度咧，咁會問㗎。咁我點樣營業咧？嗱，你個營業其實咧係安全嘅。第一，你嘅價錢咧就要可以同埋酒店嗰方面咧就一模一樣，因為彼此彼此就百戰百勝啦，係嘛？佢嘅價錢而家都跌翻落去三百零蚊啦，咁你都可以做三百零蚊嘅啫，係咪？你租間房出嚟嘅啫，係咪？咁你租嗱喺酒店嗰度，點解要喺桑拿地方嚟改建咧？你喺酒店，咁你嗰位女士入咗去租咗 ，OK？ 咁你係唔知佢做乜嘢噶嘛？假設一有人哋查牌，阿 Sir 嚟查牌捉到佢，係咪？咁你間酒店就麻煩咯喎。佢話你，你點解租俾人哋喺度經營非法？性交啊，咁你個酒店一定話：，唔關我事啊，嗱，係咪？我當佢遊客嚟租嘅呀，佢入邊嘅感染唔關我事啊。咁但係你俾查得多嘅時候，你都麻煩啦，請你翻去飲茶，係咪先啊？咁你索性嗰啲桑拿嘅地方，你而家係冇乜生意啦，係咪？咁又要交租啦，又要蝕電費、水費啦，又要出糧俾啲員工啦，啱唔啱先啊？雖然嗰啲女你唔使出糧俾佢，佢係接單。每一張單嚟拆帳嘅啫，係咪？咁但係燈油火蠟一個月都好金噶嘛，加上你冇乜生意，
咁點解索性唔將佢改建咧？裏邊係咪？嗱，你改建咗之後，你係租啲房間，呢啲房間出去俾啲女入嚟去做。咁啲女入邊咧，佢哋就做係咪？你當你係租一間房俾佢啫。咁但係你都有納交税噶嘛，所以又唔犯法嘅。如果阿 Sir 嚟查到嗰時候，喂，我呢度係寫明保健室啊嘛。咁個女士喺裏邊同啲客人係做保健嘅喎，啱唔啱先？嗱，保健包括有啲咩？而家我哋市民好多啲亞健康啦，係嘛？低頭族啦，周肩炎啊，由呢度骨痛嗰度骨痛啊，又大髀筋痛啊，係咪啊？好合理啫，係咪先？我哋唔涉及性交噶嘛，啱唔啱先啊？但係閂埋門，兩個人喺入邊，一男一女，咁啊孤男寡女啊共處一室，咁你自己諗啦，係咪 ？OK 啦，咁就你又唔怕俾人查牌啊？哦。咁啊嗱，第三，你又可以咧就幫補買，我哋祖國而家都好多人失業啊嘛，係嘛？尤其女士，哇，咁啊可以幫補下佢哋，喂，落嚟澳門呢度，起碼都有個工作嚟做下啦。啊，雖然佢哋過嚟都係一個星期嘅啫，七日係嘛，咁都唔爭在啦，係嘛？嗱，你澳門又可以幫到祖國忙，係咪？咁祖國一定會好 very friend 調你啦。第四就係咧，益翻所有澳門嘅單身男士啦。喂，澳門單身男士，咁平時我想揾女，你澳門你啲桑拿太貴，搞到冇人敢去消費，個個就走曬去大陸嗰邊嚟去消費，係嘛？去玩。咁點解你唔用一個好平嘅價錢留翻呢班人喺澳門嗰度消費咧？啱先啊，你用一個價錢擺翻佢哋喺度消費。咁啊，促進翻澳門嗰個經濟，咁你嘛一舉就幾得咯喎！啊，可以完成到阿何一成先生嘅願意就之夢，跟住又幫補埋桑拿嗰邊嗰個經濟環境。第三就幫補埋國內嘅同胞兄弟佢哋係。我嚴重建議你咧，唔好何一成講得咁爽口啊！即係咧，如果佢要。佢要搞正你咧，我都完全幫你唔到嘅，我都只敢買佢做荷包包，我都唔敢買佢全朵嘅。你去到咁目中無人咧，即係呢個環境啊，即係尤其是如果我有咩陰差陽錯，我要出外工作嘅時候咧，大佬，哎呀，我真係為你老哥買一咬汗啊，真係。繼續啊，兄弟。OK， 嗱咁講OK 啦，嗱。你當我鳩噏就得啊！樹啊，講古佬就係喺樹下講古咧，當我係咪？跟住啊，以下節目內容只純屬嘉賓個人意見。又俾我講兩句，因為咧，其實今日咧，咁你都見到噶，咁就係咧，咁呢個國內新聞啊，中國官媒發表評論，就指啊，要重新去振興呢個夜經濟啊，要升級啊，跟住話夜經濟分五大業生態嘅喎。包括夜購、夜食，即係宵夜啦；夜遊、夜宿、夜想。嗱，坦白講，我哋講嘅説話咧，都係出自一片擔心，去叫做響應國家級，係國家級嘅政策嚟到俾少少意見嘅啫。對於我哋兩個嚟計咧，就冇得受惠啊！因為第一，剛才提到嗰五個指標咧，我哋兩個都冇經營到嘅喎，即係我唔會因為呢個嚇咁嘅節目，跟住令到我有個宵夜檔啊，多啲人嚟食宵夜啦咁樣，唔會嘅喎。咁所以咧，我哋所有嘅言辭咧，都係出自一片赤子丹心嘅咋，係咪啊，兄弟？係啊，嗱，我頭先所講嘅嘢咧，全部係元宇宙啊！你大家要知道咩叫元宇宙啊？原宇宙是一个空想出嚟嘅啫，唔一定实现到嘅。嗱，咁啊，你嗱，本节目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咁啊，大佬又讲埋第四啦。咁啊，第四咧，促进翻本地留翻本地嘅人喺度消费，系嘛？咁啊，成件事咪几完美咧？但系睇到系嘛，又唔使话怕扫黄，又合理到嗰个黄色事业喺澳门。OK。咁跟住啦，有咗呢一個嗱，喂，入去入邊做完保健室出嚟，係嘛？咁啊響應話咩夜食係嘛？咁啊帶旺翻周邊嘅篤魚蛋啊，錄下嘢啊，食下 M 記啊，係嘛？跟住啊整翻個叉燒飯啊咁樣啊，帶翻好呢啲宵夜嘅經濟，係咪？
咁跟住嗱做完之後啦，如果係澳門人嘅，咁啊翻咗瞓覺咯。咁唔係嘅，啊，咁啊夜宿啊嘛 ，OK。咁嗰個地方咧，你就唔可以留低喺度瞓啦。咁我話夜宿嘅時候，嗱，對於旅客嚟講，咁啊再去翻揾翻酒店，咁嚟過夜咯，啱唔啱先？咁啊，大家都有生意做啊。是不是挺好啊？那啊，文俊卿，你觉得我这个建议是怎样呢？我想听一下你的看法。哦，那你好过完全是废噏，跟着原来是没有重点的，都不是拿我心出来、啊、去救我们、啊、最爱的地方的啦。我们大佬本住一边赤子丹心，响应这个国家的政策，去想啊，怎样去做新时代下促进这个澳门。以至國內的這個夜遊行業具體發展，喂，其實坦白說，即是我們呢，如果你要說到是我們那一種，哇，對這個地方的愛呢，我想不能夠排第一都排第二了。所以呢，你問到我呢，我真的想不到有什麼辦法了，即是坦白說一句，我真的不懂，所以這套呢，真的要交給你繼續說下，兄弟。嗱，好的，那剛才就講了種種的方法出來啦，那嗱，一定嗰、那個如果啊假設啊桑拿嗰邊啲場所啲老大啊啲經理咧有聽到咁樣講啊，係嘛？咁你想有啲再問多啲詳細嘅話咧，咁不妨聽下我哋個節目，咁聽下我哋點樣講咯喎。嗱 ，OK， 咁講到經營嘅嗰方面嘅時候咧，話喂保健室啊嘛，係咪先？你一定會問喂。咁嗰啲女以前咧就拆帳噶嘛，咁而家你只係租間房俾佢嘅喎，嗱點樣去拆呢張帳咧？我就喺度諗緊，嗱不如咁啦，你租間房俾佢係咪都係斷日計噶啦？你打佢嗱一間房$300一日，咁你一個月起碼都係嘛？咁你先得計啊，乘上去，咁你喺裏邊啊？如果你之前那間桑拿的地方那個場所喂有幾層的兩至三層的起碼座底都 有三層的我聽那你每一層你就間房你看看間到幾間房是不是十間二十間三十間是不是那你去計 OK 了喂那些女你怎樣銷售呢因為那些女不是已經說她、你已經再不是拆帳了嘛OK， 咁啊要上網站喎。OK， 假設啦，你揾個 IT 狗翻嚟幫你搭個網站出嚟。OK， 個網站有個名字叫做澳門言語就保健室。咁跟住裏邊咧就有好多圖片，啲圖片係更新嘅。今日嚟咗邊個？跟住下邊有個 number。咁跟住咧啲客人咧就上個網站嗰度，話明言語就啊嘛，上網站嗰度睇。哦，喂，有個 number 孖八，呢位技師唔錯，打 Will 啊，咁啊打電話去。咁咧。嗰間場所度咧有個接線生接聽電話啦，跟住佢會問你：喂，先生，你有啲咩需要咧？跟住你會問噶啦，喂，問下孖八幾點得閒？咁跟住咧，會呢位仁兄會幫你睇咯喎。喂，孖八今日敷曬未？定有咩時間？哦，敷曬喎，先生，唔好意思喎。OK 啦，咁我要909咧。啊，咁909有嗱，夜晚8:00得唔得？哦，得 ，OK 啦。咁你約咗好個時間啦，跟住上去 ，OK 啦，到咗晚上嗰個時間啦，你去到嗰個言語就保健室，跟住你問，喂，靚仔，我哋我係嚟約booking 咗嘅909喎，哦 ，OK， 咁啊909嗰個時間啦，啱啦，313房啊，咁你咪可以入去咯，啊，入去間房入邊，咁你喺入邊你做啲乜嘢？咁你哋兩個自己去溝通啦，呢樣嘢。咁成個構思咧，我成個構思就係咁啦。咁關於收費方面又如何咧？咁呢樣嘢就留翻啊，俾啲大佬喺度自己諗啦。因為呢啲係涉及到嗰個叫做生意嘅點樣講好啊？呢個説話，阿文俊卿，你有啲乜嘢高見呢句説話咧？我係爭人唔記得咗，啱唔啱？啊冇啊，叫雞俾錢天公地義啊嘛，使乜講咁多包裝啊，大佬。喂，嘅直接搞掂算啦，兄弟，係嘛？食完嘢一定要俾錢噶嘛，你有冇見過我同你食完嘢會走咗去啊？要個大排檔難做啊？
所以呢即係有深入啲嘅價錢探討、具體認識，可以點做呢？即係講一句，就我哋收收埋埋啦，俾啲會員聽啦。即係有時公開，第一我哋又唔係自己去做，咁公開咗對我哋冇好處㗎。我哋禮手俾人攞條橋，又唔會多謝我哋嘅。即係你話翻嚟請我哋飲杯咖啡都或者唔會㗎，係咪啊？喂，唔係喎，嗱，雲春你講到呢樣呢度咧，我突然間又醒起啦。嗱，如果啊聽眾啊聽到呢一集節目所有嘅架構咧，嗱、啊，如有抄龍或者攞咗去用咧，啊，我會寄封律師信俾你，因為個 idea 係我㗎嘛。等陣先，我攞翻版權費嘅喎。阿兄弟啊！老實講啊，向來咧出嚟襯咧都係唔合法噶，你明唔明啊？即係大佬啊，有時咁，即係正如我哋做到嘅，有好多嘢咧，人哋明係爭你錢嘅，你唔可以用合法途徑去收啊嘛。斷股你唔可以走去律師樓同阿律師講，我有幾條波攬啊，唔知點收好咧？你幫我出封信俾佢。喂，大佬。唔見得光噶喎，不過咁你可以咧，即係叫保留一啲，即係你 idea 入面啊，你覺得成件事最核心嘅地方，跟住你啲如果有緣分嘅人聽到，咁你咪可以係倒翻轉，你主動啲聯絡我哋，咁啊睇下 EB 兄得唔得閒，咪即係覆你兩句咯。咁但係呢個世界咧就唔會啊，即係叫做話有一啲莫名其妙喺街度執到黃金嘅，從來都唔會嘅。即係你話其實老實講啊，為呢啲嚟計咁，如果唔係做得耐，根本就唔會有呢啲 idea 啦，係咪？即係如果唔係做得耐，去叫做話而家唔係喺呢個染缸入面跳咗出嚟，去客觀地睇呢件事，你先分析到㗎嘛。如果唔係，你咪又學出面嗰啲咁咯。哎，開關啦，嚟緊你有人頭湧湧啦，哎，即刻攞幾千萬抌落去包個場地做先嚇。跟住裝修有2000萬，冇問題，照抌。跟住啲女點入嚟啊？哎，轉頭再諗啊！你咪去翻上一集咯，分享咗個案俾你知啦嘛。喂，冒冒然行下去，咁點啊？蝕錢、蝕時間、蝕人，咁樣好慘噶喎，係咪啊 ？E B 兄，係啦，冇錯啦，你講得非常之啱。所以咧，就我自己就度咗啊呢條咁嘅啊筍橋出嚟，係咪啊？咁啊～嗱，講咗先啦，嗱，冇錯，我唔係叫人去叫雞，我只係叫人去願意就保健室嘅啫。你入去係做保健嘅 ，OK？ 咁啊，食完嘢就一定要俾錢。咁啊，至於你喺入邊你食啲乜嘢咯？咁我就唔知啦 ，OK？ 咁我打開門做生意合法㗎，我租嗰間房俾你喺入邊係做保健咧，我正牌地做保健 ，OK？ 你喺入邊搞其他嘢唔關我事，係咪？所以呢個建議咧。是我自己個人覺得是非常之好的，那你參不參考呢就你自己的問題了，是吧？那如果你參考了我一個呢，那麻煩是吧都給回一些版權費來是吧，我出律師信給你的話呢其實都合理的，因為我的構思是做保健室嘛，我不是說構思給你去開個雞竇出來，對吧？所以頭先阿文俊興就話：喂，你爭條馬攬，咁冇理由你真係走去收㗎，係咪先啊？咁喂，澳門你開賭場係嘛？咁你都唔係真係寫賭場喎、啊？你睇下所有澳門嘅賭場寫啲乜嘢啊？娛樂場啊，啱唔啱先？所以係唔犯罪㗎喎、啊。你話我有開賭咩？我唔係開賭喎，我開娛樂場嘅啫。喺裏邊純屬大家娛樂，大家喺度研究緊。百家乐点样去玩啊？啫，完全学术性，冇赌博个成分。我讲一讲啦，其实咧，即系以前咧，旧葡京咧门口有发牌嘅，咁啊系以前咧阿赌王叶汉咧开张时候已经有噶啦。就赌博咧就无必胜嘅，轻注咧就可以如情嘅，闲时吓来玩耍就增强娱乐性，向来咧娱乐行业咧。就冇人叫你沉迷嘅，冇人叫你咧要玩到倾家荡产啊，冇人要叫你去保健室保到你精尽人亡嘅。向来咧个出发点只不过一个娱乐嘅城市咧，系应该要有翻一啲正当嘅娱乐。咁所以咧，我哋嘅出发点好简单嘅啫，讲咗出嚟，跟住大家谂下集思广益咯。老实讲，我又唔系开个节目，唔系话俾你知。我出面温紧呢个场，我整紧个鸡斗，跟住你过嚟一个人去玩啦，根本就唔系
完全冇啊，咁樣識成件事，所以就即係冇話，即係後面叫做話，唉、哎，有冇啲經營啲嘢啊？有冇啲咩經濟上嘅完全一動都冇。以前啊，你都仲可以講下，喂，我幫你訂房啊，你過嚟我度飲下酒好，乜都好啊，淨水都好啊，大佬，起碼叫過嚟我個場度我有得下交下差啊咁。而家乜都冇啊！以前個節目未出事之前，即係唔係節目出事，係澳門未出事。乜嘢叫未出事呢？以前有冇聽過一流一會被人打擊嘅？咁多年嚟都未有。去到以前，你有冇聽過你話係唔合法？咁澳門一直都係咁噶啦，都係走灰色地帶噶啦，幾廿年嚟係咪啊？澳門啊，你唔好話咩，我出世之前都有啲嘢啦，係咪啊？即係咧，有時好多嘢咧。其实我哋当阵时点解个节目停咗咁耐咧？个情况就系我哋唔想有任何麻烦同误会，就算我哋冇做啊呢个行业都好，我哋讲到一啲要点、一啲痛处嘅时候咧，就唔好你以为我后面系咪有啲咩利益，定系我后面系咪收咗唔知边个老细顾问费去做呢集节目？系啊，做俾佢听，唔系做俾你哋听啦。所以有时呢免责声明咧，你又怪我哋好沉啊，点解咁样讲？唉，而家時勢唔同以前啊嘛，以前啊屌兩支公麻佬，你食宵夜好，坐喺噴水池飲住啤酒講都唔會人理你嘅，你可以當街講嘅所有嘢，而家唔得嘅喎，係嘛？槍打出頭鳥，咁有時啲嘢咧都係保障下自己啫。咁啊，兄弟你繼續啊。OK 啦，嗱，雲俊興，咁呢一集咧就差唔多噶啦，不如我哋咧就休息一陣，轉頭翻嚟。我哋讲一啲深入啲嘅内容好嘛？嗱好，咁啊，一阵间嗰节咧就大家要听全集咧，一定要落会员频道，因为一阵间嗰节咧，阿 EB 兄会将一啲重点啊、精髓啊、一啲叫做心得咧、研究嘅成果吓，即系如果你当佢一个科目嘅话，就净系俾会员嘅，唔会公开嘅，因为大家都唔想惹到麻烦。咁啊，跟住咧听完觉得有用，想私下联络 EB 兄同 EB 兄倾嘅，你可以试下留低你嘅联络方式吓。咁啊，其他嘢咧我唔担保，我亦都唔会参与。嗱，我讲到明先，我所有嘢唔会参与嘅，即系你唔好有一日喂啊，透过阿文俊啊，可以约边条女啊，约边个小姐啊，问阿文俊有冇地方玩啊，有冇折扣啊？老实讲啊，我丝毫文俊啊嘛，唔系鸡从文俊啊嘛。咁啊，下次翻嚟啊。好，下集翻嚟，拜拜。大家记得订阅同埋支持司徒文俊频道啊！